当初在秀场红极一时的明星们，今天要让晚辈们见识一下他们在秀场华丽的服装。欢迎四位前辈，你们好。欢迎四位前辈。当中真的很难得，马志琴小姐也来了。欢迎欢迎。她现在在带领一个团体呢，就是邀请很多的比较年长的人一起去各地骑脚踏车，领略当地的风光。他们骑的距离可以长到从南京骑到北京，从温哥华骑到从上海骑到北京，然后我们这次从温哥华骑到圣何塞，就是旧金山再下来一点。是，然后那些长辈们都受得了吗？哎，他们的精神比我还好。哎，我们最年轻的马姐拿鞭子在后面，没有。可当初是不是只要电视剧走红的明星，就会被邀请去秀场参加演出？一定，你的一部连续剧红了，第一件事情大概就是要跑秀。可是马姐，你以前有走性感路线吗？嗯，很想，以前太敢。她都穿过露背装喇叭？有啊。就以前很流行那种绑一根绳子到这边，然后是露背的。它是整个露背，就是好像一个三角这样子的，有没有？是啊，然后热裤，这个迷你裙，像他们穿的这样的高的鞋子，我们都曾经有过。可是以前那个年代没有 new bra， 你要穿哪一种内衣？我告诉你，好像。哎，对呀，那个时候没有我们穿什么，我已经忘记了。以前有装钢丝的，没有，有钢圈的。以前就缝到里面了。哎呦，那个很危险，那个一条的很危险。我穿过，我告诉你，台上跳来跳去，整个这样蹦掉下来。穿吧，真的。你说漏点吗？哈，那怎么办？真的通通这样穿吧。后来我就拿起来，我在录影的时候，你看我讲的满脸都红了，真不好意思。你讲的满脸都红了吗？啊，我是腮红吧？不是腮红，我满身都热。真的掉下来，然后我就跟那个老板讲说，不行不行，一定要把要洗掉，你没有洗掉我不录，我不录。你是说线的那个我没有穿过？哦，它是这，我们是有袋子，对对，就是袋子，很危险。那个叫钓鱼线，你在钓鱼的那个透明的线，因为早期没有 new bra， 那艺人呢，为了在台上你这一条不好看，他会用那个细细的钓鱼线。那钓鱼线它有点硬硬的，所以有时候它没有缝好的话，就弹，或者你弹上台上你跳的太激烈，对，动作太大的话，其实很多那个。胸罩的部分呢，什么那个其实都已经做好，已经做好缝在里面。所以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，为什么可以很快，不怕人家有时候躲到后台不怕人家看？就是你第一件可能一脱掉，其实里面根本就有一件泳装肉色内衣，对，所以是很安全。所以以前在台上表演的人，几乎都有一件很大的披风，那件披风有很多的作用。第一档开场的时候看起来很豪华，像个皇后一样。第二个就是中间在间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换衣服，那个披肩呐、披风可能就是变成我们的屏风，对，帮你换衣服可以挡。我们怎么换衣服？因为不要穿帮给观众看到。可是现在如果你出席记者会。有一个披风的话，大家会很纳闷吧？好像美国队长，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碰碰姐跟小优现在完全长得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哎呦，有像吗？一模一样。哎呦，我有你那么漂亮吗？叫拍谁？哎呦，来烧香。前辈主持人通常都很客套啊，就是讲一些鼓励你的话。今天我们这边的那个排列顺序是从。你有看出来是按跟年龄有关？我看不出来耶，因为每位都好年轻哦。他有一个是木乃伊时代的那种。哦，不是，你是法老王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木乃伊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不要隐藏你自己。我是点击啊，吹点击啊，不是吹击啊，不是，因为这个辈分差的实在太远。对，马姐今年是我应该要叫73了，怎么可能？谁杀了我是73年是？我会把我自己也吓一跳，但是实际上他就是73岁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你刚刚演得很好哎，你看他的那个，你知道马姐几岁吗？几岁？73？怎么可能？我以为你58哎。这有什么？
错。我儿子48，我58，我10岁就生他了。哦，太超了。吓人呢。小 S 刚刚那个动作会不会太夸张了？从椅子上掉下来，太可爱了。他在秀场应该算是比较另类的，因为他们演员好像是穿当时走红的那一出戏的服装去出席，所以我们看到马姐后面，哎，妖怪你拿一下那个哪件？那个帽，戏帽我看。啊，戏帽是。这个是男生的服装吧？是。所以这个是你在剧中的。不要这样啊！这是你在剧中的，剧中的扮相。这个是女巡案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像演一个女的包青天的感觉。对对对对，她穿包青天衣服去秀场，这样观众会高兴吗？是，如果是喜欢那个戏的观众，应该会耶。他们那时候如果是演女巡案的时候，马姐就穿女巡案，就穿女巡案的衣服，对，好帅哦。然后穿着女巡案的衣服唱流行歌曲，不唱歌，演戏，你知道吗？就说也不演戏，就说我只要穿女巡案的衣服跟这个主持人对话。就可以赚钱。可是如果主持人是诸葛亮的话，对得起来吗？可以啊。他讲他的，我说我的，因为他说的我也听不懂。那他说的我也听不懂，那他说什么我就笑就好了嘛。是。那只要到时候我就说我要把你问斩哦，一问斩他就哦大人就好。所以然后我们就可以赚钱。这么轻松哎，特别。熊海林比你轻松哎，而且又省服装。女巡案对不对？那个服装一定是跟电视公司借来的嘛。对，电视台也不会 charge 你费用，就借给你穿。可是像他把它当成宣传这个戏的意思。对对对对对。我觉得还有一个费玉清是最轻松的，就是一套中山装跟西装，很方便。我大部分都是安排在，例如说我后面是个男主持人啊，不是男歌手做主秀，我一定是一个美女秀，我在他前面大概要3首歌到4首歌。嗯。那我就必须一套秀要4套衣服，变4个样子。哦，所以那个制装费蛮高的。所以美女歌舞秀很吃亏耶。对，然后还要跳，而且要穿的比较性感。对，要从穿很多一直到最后穿的很少。他们几位姐姐带了他们的秀场服装来给你们穿，然后你是不是锁定了要穿碰碰的衣服？我没有锁定，可是就是好像就是这样穿起来会可以重现他当年那种感觉。哦，那个感觉，那就不用了。对对对，因为上一次他学我，很多人都讲哦，人是蛮像的，可是衣服不像。那今天呢，这个衣服试试看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就先约好，就是抽绳子的事情先放在一边。嗯，现在就先给你换一套碰碰姐的衣服。真的吗？我们让碰碰姐帮你选一套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吗？可是我今天呢，碰碰姐，我撑得起来吗？你当然穿得起来，可以吗？可是我今天来哈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平常在舞台上，我都是穿裤子跟衣服嘛，都没有让我表现嘛。所以我今天我就特别哈，拿最华丽的哈美女的衣服来哦，最华丽，都好美哦。是一个礼物，还有后面这个穿不了吧？穿起来是一个礼物的感觉，绝对可以。我撑得起来吗？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我会刺伤，来，好哦，好，来来，这个你拿着啊，不然的话哦，这个是很高级的。哎，这个适合你啊，写你名字哎，这个哈，马甲，也许你看看多美呀，真的呢，很有气质的。下身不穿吗？有有。有这个，你看这么美，你要穿这套，你要穿这套，你看看我张冠杰来，谢谢大家的光临，我这个不是跟廖军表演，我是出来唱歌的，是大气，这套气势，这套气势，现在就拿着衣服到后面去吧，这套哈，我会被踩到啊，你好好穿哦，不会，踩到就叫你赔，高跟鞋够，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你当心，好，谢谢，当心鞋，好。好，另外三位妹妹呢，就等一下会抽一下哈。嗯，这个是熊海林姐，哎，熊姐的头发。所以当时你也要表演崔台青的歌。因为以前我刚进演艺圈的时候，崔台青崔姐是挺照顾我的。哦。后来她有给我一个指点啊，她就说你身材这么好，而且我那时候刚拍完一个酷娃的广告，她说你不要穿长裙，你呢就把腿露出来。我才开始，可是现场不是有一位开叉女王吗？是向蛙姐，向蛙姐，哦，大概是向蛙吧。我是两条腿都露出来了。我早期是这样子，他对的，
秦星慧那一代哈，就是可能唱歌他们就是中规中矩，然后穿的衣服比较保守。那接下来大概是就会我们那一批，那批其实我们穿衣服就会比较露一点。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穿的蛮保守，那时候我有开叉，我叉并没有开得很高，就是有一次在台上干冰机坏掉了，就带着 dancer， 然后一跳舞一摔倒，本来那个开叉就开到这里，那一摔倒，就到这里，哇，好精彩哦！然后一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在台上你不能下台的，你还要照表演。可是呢，我就会这样拉着那个这样子，大概再唱来唱去。可是那个观众呢，阿公阿嬷呢，头就会这样，哦，睡一睡。然后我走这边，他们就玩这边；我走这边玩这边。最主要是接下来诸葛亮啊，他们出来访问的时候，他们就很搞笑了，哦，睡睡睡，站站站，规矩规矩管什么？他们就开始讲我什么，那观众就很高兴。那老板一看，哇，观众反应这么热烈，老板说，啊，像我阿爸几个规矩管的啦，可以以后就一律这样，就差再开高一点，所以就越差越开越开。他刚站起来，他线条还是非常好，很厉害。名彩缇完美的好身材，靓丽秀福重现。来来来，来转圈圈。小优已经 OK， 我们要碰碰姐，你可不可以劳驾去看一下她？哦，我去看看啊，穿的可以。好像还有一个道具还没有。三位妹妹请坐。哦，还有，好，没关系，可以了哈。加油！好适合你，还有头饰，哇，这个帽子哈就有一点，哎，这一摘没关系，这个好好，是帽子，我有点像济公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还有了还有了，会变济公啊，这样，哎，这太妙了，好前卫，哎，真的很好看了，还有耳环呢。撑得起来吗？啊，撑得起来。也不是撑得起来撑不起来的问题，就是太特别了吧。我怎么觉得好像在六福村表演的感觉？有哎，六福村。对呀，对呀，其实就是这样啊。哎，他这个鲤鱼尾巴，它其实还蛮好穿吗？好看，很好穿，它有伸缩。你看，有他有伸缩，他有伸缩，其实真的蛮好看。我必须要说，好像身材变好了。有吗？对对对，有，先不要，哎呦，耳环了，耳环再戴起来，哇，有在台上多漂亮，好漂亮。小燕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你那么漂亮哎。以前来都很不时髦，你今天是特别前卫啊，超时髦的。对，你就是那个很 fashion 啊，这样子照相，哎，对对。我觉得你下次在你的服装店里面，你就这样子待客吧。就这样待客，跟这个比你店内的服装时髦很多哎。真的吗？哎，请问在秀场有竞争吗？就看到别人穿得很亮丽，当然就要立刻会。你没有看到他们的眼睛都是怎么在看？你看象蛙的眼睛怎么看的？你后面那个很银色那个是什么？哎，大披风。所以大家就要比看起来的披风大。就是这个啦，就好像闪卡披着里头可以换衣服，没人知道。找一位谁来？好啊，你们剩下三个人抽一下绳子吧。抽一下绳子。你知道吗？抽到谁？凯婷抽到谁？凯婷，你先往前。哦哦哦哦，来，
这个一直到这个，彩旗抽到的是这个，这个，这个拉啊，这个哎，彩旗抽到象蛙吗？他抽到象蛙。哦，那你可以去捏它啦。象蛙姐的，对对对对对。好，彩婷你过去试一下。啊，不是，只有四披风的，不用穿里面。要穿里面的，你愿意借它吗？我这里有很多可以搭的，看看，这个都可以搭的，全部都是钻石系列，全裸，全裸了，而且都低胸哦，而且很低，而且这个开叉，对，彩婷可以穿这个，这个还有一套。哇，这一套，哪一套？华丽啊！这个配这个很漂亮，这个配这个。而且它裙子可以配这个 ，S 要银的配银的吗？银的配这个比较实，比较配好。来，没关系，你这一套，然后加这个，加这个。我们现在看到照片就是你以前的表演服啊，这个也是其中一套啦。因为有些就是会把它拍照，然后我基本上我大部分的衣服都会开叉。哇，这谁啊？杨美莲，杨美莲哦，杨美莲跟杨美莲，杨美莲对，右边那个杨美莲。以前的衣服一定要有鸡毛，还有什么鸵鸟毛，对，还有一些花，还有一些配件，因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。鸟毛好像很难保存，对不对？哎，鸵鸟毛其实也还好，还好，很好。像我这个哈，就挂起来就好了。对，我这里有个鸵鸟，这是鸵鸟毛，这很贵。你可以自己披一下吗？这样子，你直接披在你身上，我看看好不好？哎，好。你说这条很贵是多贵？因为鸵鸟毛现在很少了，然后它要染色，所以这一条光等它做好再染色，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。衣服是要自己想样式吗？还是对，还是有个 team 在帮你们想？还是没有翻杂志？哪有像你们大家那么命那么好？有人帮你化妆，有人帮你梳头，有人帮你拿衣服给你们鞋子穿，我们通通都是自己打理的，都是我们自己想的哦。对，我们呢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所谓的资深艺人，你怎么报的？我也不知道我哪里丢失了。没有，结果没关系，就坐那边。我现在20几岁，跟他们。坐在一起，对啊，我还是回来这边好了。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精彩，真的吗？成功了，超夸张，你是阿拉丁，比你还夸张，比我夸张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前辈？你是神灯里面出来的，我要戳他出来了，欢迎。在里面研究半天呢，请你，请你来，哦，有棍子，请你把棍子，请你把棍子抓起来，飞鼠哎，要闪，然后撑开，转圈，来来来，气势的转圈，可以吗？小心哦，哇，好凉哦，好凉啊，这像完他看起来太呆板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它好像木，然后你转完之后，中间我们可能有个几小节，然后可能 dancer 就帮我打开。哎，先不要转，先停留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穿帮后面有看到，你看也太夸张了吧，差这么多，这也太夸张，怎么办？你这衣服合法吗？没有，它很丰满了，我不是我还好，所以它撑起来很。彩婷，你 OK 吗？哦，这样 OK 了啦。好，转过来。哇！是不是超花？还有一个，来，请你手打开，给我一个东西。哦。好。裙子可以撩起来。像哇！以前你也这样吗？我怎么没注意到嘞？他扣不起来。你拉起来，好，女神出来了哈，女神哈。好，请你再转圈圈。又要转圈圈，小心哦。转圈圈。好，接下来还有，接下来请你再往后转。然后呢？怎么？我是 dancer， 对不对？对。你那个放下来，通通放下来。哇！哇！3次哎，好多层次哦。很好看呢，其实就是这样子，真的很精彩。每一个人胸部好丰满哦，真的很精彩，好美哦。
如果我们麻烦向蛙姐穿一下那个披风，用你的方法绕一下圈圈，你会绕得比较好吧？会，一定会，应该会超美的吧？哇，好重哦，这个真的很重。对啊，那个快10公斤了，因为彩妮先坐哈。凤姐帮我们介绍。歌唱又能主持，最漂亮、最美的向蛙，热烈的掌声。现在套服都没有带来，最主要是哈，这个衣服灯光一打，五光十色，然后干冰再一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真的就是最棒。他现在想挡住我们。好好看。陈爱欣挑战奇装异服，大获康永好评。来了。觉得这套很好看，颜色非常好，对，你很适合换衣服哎。你要不要拿个东西？因为我一直披一下，拿一个东西披一下吧。啊，不然来来来，搭这个也很好看，来，超滑。怎么披？来，搭这个也很好看，这样好了，这样就好看，这样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这样好多了吗？至少没有露出衣服啊，这样很好看嘞，这另外一个味道了。我想你今年没办法当宅男女神了，她可以当秀场天后啊。Nikita 谢金燕的服装其实还算轻便吧？她的服装其实不轻便。因为他的，他有一个大头盔哦，对，他的道具很多，像什么小摩托车啊，还有最近那个安全帽，还有他的永远都是泳装系列，三角叉，你的就是这边边边要很小心。所以你表演的时候有很害怕吗？一刚开始很害怕，但是后来就习惯了。因为他有很多这种开高叉，然后硬要就是这种动作，对。所以你今天完全不怕吧？挑战那些秀服？还是会怕。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，可不可以不要抽到碰碰节？但我刚刚还是抽到碰碰节。你们今天应该庆幸不要穿到我的，因为他们的只是男穿，像那个女学院的衣服，你们穿了连走路都不会走。我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马姐的衣服，可是很特别，因为那是男装嘛。你下的我看看，好，哪一件？哦，两个衣架挂，然后连帽子带靴子，你们穿连路这很帅啊，因为那是男生的衣服嘛，这就是官服哎，对。这还真的不是官服，因为它不绣龙也不绣凤啊。哦，哎，这个就是一般的衣服，这个可能是绍兴系啊什么的。是，真正的是中间有龙的，才是官服。而且最难过的不是衣服，最难过的是帽子，因为你一定要吊眉嘛，所以你要用那个水纱把眉毛吊。它水纱是湿的时候吊，所以是就像平均一样嘛。你湿的时候吊，但是一干呢，它就抽的就会痛，然后你上面还要箍帽子。所以就变成你要戴3层，所以如果录影超过大概2个小时以后，如果我在问案，是我问案，别人要一句一句答，一句答一句，都是我一个人在问嘛。但是我超过2个小时，假如我问你，你咔的时候，我真的连帽子戴水下一下都摔在你身上去，因为那会痛死了。那你摔了不就要重绑一次吗？就重弄啊，但是我可以休息一下，我可以喘口气。所以如果遇到演员一直 NG， 你会抓狂吗？一定铁的嘛！我一天要问1000多句，他只有2句话，他要 NG 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抓狂啊？而且还有就是说，有演员在底下笑场，因为他的镜头一定都带到你的特写，对不对？我经常我叭一拍，然后就开始问案，他在底下偷笑。你说看我会不会上去这样哭他2个耳巴子？你真的有这样做吗？当然不行啊，但是你就是要忍，很想，所以我只有2个眼睛，我唯一的办法就是，但
看到你不笑为止，然后安静下来录影。所以我想他的杀气是从那个时候培养出来。对，就是厉害，没有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。所以你现在也是瞪那些老人吗？没有，那我哪敢？这老人已经累了，陪我骑。没有啦，这些老人，凭良心讲，我从他们身上真的学到。而且老人家们应该放弃的机会也蛮多的。不会耶，还有车会笑场。不不不，他们真的很了解。你确定老人家跟你在一起有放松吗？他们很放松，因为他都是我的影迷。哦，他们那个时代全部看我的戏的，所以他们看的我就很高兴。骑车是自己自费吗？我们是。一部分自己付费，一部分是传承居家照顾协会要到外面募款。募款，哎，不过这个募款是很重要。在这里我也就不妨讲了，是我们真的需要很大的经费。如果你愿意，哪怕从100块、50块啊，我们都收啊，因为我们要让这些老人活在快乐里。对啊，因为要照顾他们，一路上是会有一些花费的，非常大。那个脚踏车都是自己的 ？No， 脚踏车是我们买的。哦，你们买的？因为我们那个有转速的，所以他的一部脚踏车大概就要本钱就要7万多吧。那还没有被穿到的服装呢？这个熊海英的服装应该由陈艾希来穿嘛？然后等一下，妮蒂塔就会穿一套碰碰姐的，还有厉害的衣服。哦，所以男生的衣服没有人穿喽？他们不敢穿是不是？驾驭不了吧？男生衣服，要不我穿嘛？其实穿上还蛮容易的，我觉得只是走不好走啊。我希望你穿上，我教你几步走好。小艾希现在应该压力很大。真的，那瞬间学会。我手上拿了一张照片，是这是谁？你们猜猜看是谁啊？你女儿？没有啦，那个像娃啦。你女儿？碰碰的女儿，碰碰姐吗？你看是碰碰的女儿，是碰碰姐。是碰碰姐吗？你看她女儿在前面呢，你看她女儿多像，一模一样啊！这个，对，很像哎。对啊，你是她女儿，你看这是她。早期碰碰姐她那个时候还没有跟碰碰廖俊搭的时候，她是女高音歌后，她唱的什么《一朵小花》、王昭君。啊，什么艺术透过前途？对对对，对，嗓子很好那个时候。这个好复古的发型哦。OK 了吗？你看那个就是我啦。好美。那是跟那个羽毛羽毛像蛙姐的羽毛有一点像吗？是啊是啊，羽毛这个也是在新加坡买的。这个就已经很跟小优很接近。这种黑色有点亮片，有点像是哦，那是廖俊，廖俊跟我两个人。好可爱。前卫的时候，嗯。哎，好了吗？哎，陈艾希来吧。其实女孩子扮男孩子真的漂亮，好看。你看多好看呀，很好看。今天还蛮帅的耶。那身高够 OK 哎。哟，很帅的，很帅，很清秀，好清秀。你还蛮适合的耶。对呀，女孩子扮男孩子很漂亮的。你以后就穿这样去东区吧。东区吗？所以古装也要身材好才行。对，你太胖也不行，因为你还要把胸部整个压下去，肩膀还要垫起，肩膀要挺，然后再穿那个粉底，就是那个靴子的底要那么高。可是如果演女巡案，这个妆会要淡一点才行。不过他这样子也很好看啊，还蛮帅的。男人就是好看。他刚刚有教我怎么走，很秀。我穿高跟鞋很难。你试试看啊，来来。啊，不是，你不要往后踢呀！你不能这样往后踢，你走基本上，你走走看，手在手拉的袍子一下，因为不拉袍，你拉的袍子一下，对，拉一点点，这样走，这样走就好看嘛，这样走就好看，不用往后踢，你知道吗？往前踢的，你看他们走一定走到中间线，他等于走八字路线，对对，外要走外八。小艾你是僵尸吗？走外八。脚的力量很好哎！我对于那顶帽子有点兴趣，就是水果帽，这个是我吧？这顶超酷的，穿这可以戴吗？可以。哇，你戴这个帽子，穿这个衣服一定要穿衣服啊！我就穿我的衣服啊！他想穿这个戴这个，不是很奇怪吗？拿下那个彩色的那件衣服，黄色那套不是黄色旁边那一件，这个吗？这个对对对，这件是什么？这个也是我的，这个我告诉你哈，因为我们哈光是上面的衣服不行嘛，我就用这一套哈来配这一套，再就变成这样，就两套了，好好用哦，两件的。这件我们就让小优可以换上这个上衣，对不对？再换这个是不是？对。可然后这个我们要配哪一个呢？可是这个我是配黄色的耶。好好好。嘿嘿，好美哦。
诉你们两个都进去吧。然后这个在演戏的时候，我还可以跳一跳，这个一拉两飞鼠裤出来的飞鼠裤吗？哎，对对，飞鼠裤裤子哎，这么早就有飞鼠裤，有，这么早就有前面哎，好俏皮。马姐姐有带旗袍来吗？有啊，带一件非常漂亮的旗袍。哇，美耶！哎，黑色的很好看哎，好看吧？好看。这是什么时候做的？这个哈，他是忍不住做龙袍的花纹在底下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袁建华老师，他专门是，就是说所有他的衣服都可以穿，只要我上台，我就到他那去拿。啊，这个旗袍你 Kita 可以穿穿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件旗袍很好看，你过来我看看高度行不行？他有穿高跟鞋吗？适合穿旗袍，他蛮高的，应该够了，我168嘛，应该够了。对啊，很好看啊。好，那你麻烦换一下。好，我去换。碰碰感觉消失很久嘞。哎，快快来，小优好了吗？好的，来他先。漂亮。刚才那一件哈，现在就配这一件，更夸张，这一件适合你哦。哦，真的好看。小优终于找到他的风格了。哎呦，是高兴还是？嗯，没有，我其实觉得他们衣服真的很好看，好看，好看吗？对呀，穿起来重吗？身材好像有变好。对，重不重？这个是很重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工都是手工，一针一线把它缝上去的。你看看，哇，好细哦，真的是很细的，非常细，非常细。小优可以去斗牛嘞。好。对，还是好看哈。那这裙子好百搭，我想买。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小优太瘦了，你再稍微丰满一点哦，哇，那个走起来就很漂亮。真的好。林采妮重现秀场风华，吓坏在场所有人。我跟你讲，娃娃，你以为你才有披风吗？我们也有。所以你这个也是有变化的吗？有。是你打开我哎。我。我觉得这套很好看，好看，颜色非常好看。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灯光啊，一打，我从里面就一出来，我一见你就笑，哇，全场的客人好开心啊，很可爱。可是你这个帽子不会掉下来吗？不会，卡很紧，卡得很紧，很重吗？卡有一点重。而且对对，你很适合怪衣服哎，艾希。对啊，你刚刚官服也能穿，然后现在这个也能穿。现在穿个西装，现在是约会。对呀对呀，嘉年华的感觉。裙子穿起来很舒服。对，很舒服。我觉得蛮时髦的啊。所以那个，我们可以让他穿试一下熊海林的衣服吗？可以啊。哇，那你要有胆子哦！真的比这更夸张，更辣吗？你的身材跟熊姐很像，很像，一定可以撑得起来。熊海，你要让她试哪一套？那最劲爆的那套，要。最猛，比刚刚还猛。最猛的，彩婷应该没在怕吧？哇，这是手工的，有透明的。哎，这跟我这件有的比耶！好，彩婷，请那个熊姐帮你。好，真的好看。天哪！Nikita OK 了吗？好了，好，来出来吧，也很好看啊，好看啊，点对不对？对，我旁边有，因为他太瘦了，他旁边也是有，这是我现在穿的，以前的话就不会这样子，现在穿的当然腰都比较粗了。可是我觉得好像穿旗袍要有点肉比较好看呢。嗯，一定要稍微的身材凸显一点，不然会垮垮的感觉。我搞不好可以穿娃娃界的，是，因为他也很瘦。我告诉你，穿我的漂亮，你看你自己看看那个。你不相信？你等一下穿那一套。你要哪一套？那套亮的吗？对，这套最亮的那套。这套好玩哎，这一件很漂亮，它
说害怕穿我的衣服，我告诉你，穿了以后你会爱死。所以你看，旗袍还是要稍微丰满一些。对，我们有要认真跟艾希聊天吗？我们院长看过去。对呀、啊，好像是开玩笑。其实哈，像他这种以前在秀场访问是非常有效果的。对，主持人呢一出来就说：“啊，你整个都是水果，那可以不可以吃？”然后他们就拔起来偷要吃那个水果，就可以玩。对，就可以玩很多梗出来。所以当时其实这样子打扮的话，主持人看到反而会比较高兴一点。对，因为主持人其实喜欢你在台上越怪。打扮越奇怪的，对，越有话题。所以等于怎么样？里面好精彩，真的吗？好像嘉年华会。对，等一下出来，我觉得你们这边就整个是嘉年华会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办？就失色了吗？很厉害，真的。看呢。可是，来吧。谁？先拿你的太强了，来，你的太真的太强了，来。你要照碰碰姐教你的走路的方法。他说我刚问碰碰姐说碰碰姐我出来要怎么办？他说你就是世界小姐啊，你就是出来你就这样。啊，那中国小姐第一名，赶快走路吧。来走走看吧。跳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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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哦，这样还是太瘦了。我真的是太瘦了。我跟你讲，你走路的时候要显得这个漂亮的话，你要这样子，这个脚拉一点裙角，这要踢，哎，踢，这样一踢，好，我再走一次，我再走，很漂亮，踢踢，好来，对对，大一点，大一点，动作，嘿，哎，所以他刚刚踢的方法也不是你们喜欢的。他那已经变踢正步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以前在秀场，我们就是会一定要抬头，然后挺胸，然后这个地方一定要挺，不能像你这样。然后走路的时候一定要这样，因为我很怕这个掉下来。哦，是你太瘦了，因为你太瘦了。现在有了一个人在前面摆 pose 吗？女王，女王，来走走。好，中国小姐走，脚踢一点，哎，对，这样子好一点，这样就好，转一个大圈圈。对，有哎，有模有样。熊海玲当场下战帖，象蛙当场不认输。好，这件披肩哈，绝对比象蛙的好，因为它不重，透明的，而且是透明，一看就知道看得到里面的衣服。不要吵架了，而且十年前的事不要再计较了。像这个母后的领子也很厉害，对，哎，她的领子比较有气势，哎，很有霸气，而且会站起来。可是相花看起来心眼比较坏。我跟你讲，娃娃，你以为你才有披风吗？我们也有。现在被错过了，没具备的道具。你转圈，你转圈，有气势一点。哇，更美，好像精灵哦。对，漂亮，凤凰哎，完全。所以你这个也是有变化的吗？有。所以要怎么变？来，也是要转身吗？真的要打开吗？是要打开哦。我跟你讲啊。比刚刚更夸张，他本来是正面唱一唱，然后肩奏不是有舞蹈呢，他就往后转，然后舞蹈就把他挡住了，之后呢，前面有一个舞蹈，现在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前面一个舞蹈一下就，哇！有吗？不行啦，那已经 OK 了吗？可以啦，把它弄好。他刚刚这边，等一下吧，你那个。哎，这个角度看过去，这是这个位置最好。现在可以了吗？你手吧，小心一点。对对对 ，Dancer， 赶快挡，赶快挡 ，Dancer， 快点快点挡上挡，然后快换衣服，快换好了，好了好了，你回去啦。你们以前到底是国？所以这。这应该是 ending 了吧？没有第三个了吧？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能，他底下裙子还可以拉开啊！来，你就转一转啦，唱唱。这时候你唱快的，唱慢的都可以。OK。然后呢，第二首歌又唱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又背对着观众了，然后这个舞蹈就在那边前面跳啊跳啊，对不对？裙子跳啊跳啊，耶！天哪，穿的好不可以。
有可以 ，OK 吗？哎，再请我。安全裤啦，他没有穿太啦，不行穿不行他没有穿太啦。不会吧？是黑色安全裤。黑色安全裤，黑色安全裤。应该是肉色才行吗？里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穿黑色。我是穿四角的。穿四角的，这样可以，大概就晓得一下。晓得意思就好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给他看一下。老古板，黑色迷你裙。你们太吓人了，真的很可怕哎。以前是好像比现在的还可怕哎。而且你们有发现，好，以前女艺人的胸部都很大。很好看，他们穿衣服就看得出来了。熊，你的太可怕了，我的还好，我只是迷你裙。No， 因为我身材比你好。因为露点呢，对，举手不会不会。那个我穿你是，我穿这个衣服的时候，其实我是很自在，完全都不会露点。好，但是他刚刚为什么？他里面穿了一个，他大小姐给我穿了一个黑色四角的安全裤。是哦，那我。我平常呢，那就不是肉胎的，嗯，我就是穿钉子裤，没有穿钉子裤，哦，钉子裤，然后再穿上袜子，就这样，然后穿上这一件，很香哎，哇，你们辛苦了，对呀，当年真的辛苦了，你看他那个多危险，好笑，那个你们辛苦了，美美，谢谢你，请坐，请坐，还有等一下，嗯，哎呦，还有我的披肩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件披肩哈，绝对比象蛙的好。因为它不重，透明哎，它不重，象蛙那个很重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这透明啊，一看就知道看得到里面的衣服。不要吵架了。而且呢，我在换衣服的时候，观众看不到啊。你这灯光一打还透明的。好了，40年前的事不要再计较了。多棒啊！你要赚钱不是就这样子吗？哇！你看，是不是比象蛙美啊？哇，我得赶快拿出来，怎么办？这个拼了拼了，近一点，你知道吗？秀场就是这样拼了拼了，哦，拼了，还会有斗志。而且呢，是私底下哦，象蛙今天穿这样子，那我下一件衣服，我明天要带我另外一件更棒的出来。可是会不会花很多制装费，最后就是？没赚到吗？对啊，不会不会啦，不会，因为我们那时候秀接的满满的，一个礼拜一档嘛，我们一个月不是四个礼拜四档吗？这一档是在台北，那个啊，轮流，第二档到桃园，台南，第三档到台中，然后到台南，到高雄。你这个衣服其实第一档就全部赚回来，好像这个母后的领子也很厉害。对，哎，她的领子比较有气势，很有霸气，而且会站起来。我的头饰忘了带来，不然我的也是很棒。可是象蛙看起来坏，心眼比较坏。白雪公主的，白雪坏毛头，你在秀场，感觉比较凶。哎，你口舌了？谁说我以前在秀场？一年都没有回到我台北的家。好了，都很漂亮，两位妹妹不要再争了，很漂亮，谢谢你们，请坐，请坐。太精彩了！今天承蒙各位姐姐帮我们带了这个衣服，然后现在这一排已经变疯子。其实。我很欣赏那个水果真的，水果应该是最猛，而且很适合你，有一点像那个外国人的眼睛哦，这样好像嘉年华，好好看哦。你们不会真的相信他的话吧？真的，我不骗你，开开眼，真的。我讲实在话哈，如果以前你在秀场，你也是秀场的人，因为你会鸟啊、马啊，对，真是他一定是秀场天后的。你比较像秀场的，我觉得你想一件披风吧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时候的秀场大家感情非常的好，是每七天在台中呢，7天大家都一起上班，然后住同一个饭店，那是感情非常好的，很好玩。那谢谢姐姐们帮我们带来这么棒的，因为很重哎，拿来真的不好意思，谢谢。然后也祝福马姐的这个活动，骑单车的活动能够成功，谢谢大家。谢谢